主料：小龙虾10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葱、姜、蒜、花椒、辣椒、黄酒、盐、酱油、鸡精、小葱、豆瓣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配料：大葱、蒜、姜、花椒、辣椒、黄酒、盐、酱油、鸡精、小葱、豆瓣酱。用牙刷加洗洁精把肚子和钳子刷干净，记得把尾部的筋拉掉。把油锅烧热80%，炸的目的是为了让虾去腥更嫩。炸的时候用长点的筷子小心溅到油，很烫，捞出空油。接下来在锅里放点油，虾花椒和辣椒炸香。先把炸好的虾放到锅中翻炒出香，放入盐姜蒜还有大葱豆瓣酱酱油，加黄酒开始煮，不要放水要不然不香。煮的目的为了入味还有杀菌。收水，收水的时候放鸡精，撒上葱段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可以一个人口味加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